啊，这个去爬山啦！看这个本事，想想要把台湾的山全部爬透透，想要做台湾探险队。我想要去山顶望着，汉哥，我不是要去爬山的，我是要带恁去找猪咯。没有诶，你去，你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小枪相克，我惊我伫个半路都互你气死，我嘛就惊我伫个半路会气到甲你电死。你若是有才调，你即马就甲我电死啊！大宝啊，我一定要跟你去的，因为这个代志对我老师来讲真重要，袂当有任何的差错。你即马意思是讲我无可靠，所以恁谢老师派你来监视我。你哦，莫去搞小妹玩啊啦！啊，这物件哦是恁是咩啊？啊，阮小妹哦是恁是的人，哎，对咱其实嘛是理所当然的呀、啊。啊，是阮哥哥讲的话较有公道啦。好，快去出发，走来走。一路上我尽量忍耐啦。哎，等一下。是够安怎啦？冰冷的，我有一点仔的骑士精神，一点 gentleman 的风度。我是女生呢，你应该主动替我排行李。对啦，你若是女生吼，我就安尼做啦。没弄错啦，那林金马、蔡全、苏伟良替我排行李，请。阿总，甲你小妹家己，叫伊吼正手甲倒手互相相见啊，倒一支手输啊吼，都用倒一支手来排行李啊。相公电话啊，是谢教授，伊非常关心这届的比赛，而且我阁向伊报告，你对精彩去往尾卡的这件代志真关心。你来讲这件代志要创啥？是谢教授爱我甲影响比赛的可能性，拢向伊报告，而且我看老师叫你要关心，所以我好啊。我应该关心什么代志？我心肝真清楚，无需要你来提醒。真是的，这是小舅上交代我的，我一定要负责。而且小舅上特别爱我提醒老师，虽然你怀疑龙哥是用无正当的手段违抗精彩，啊，不过那是龙哥甲精彩的代志，甲咱拢无关系。还阁有咧，小舅上阁交代，虽然这届的比赛关系着保家的经营权，啊，不过甲咱嘛无关系。老师只要会记得，家己是代表资春堂，只要尽全力去比赛，无需要受到别人的影响。老师，我知影你无介意人管，啊，不过这是我的责任，是啥就上哦。你爱点咩？啥就上交代，就上交代一项。你家己的工作做好就好。啥就上，哪个有啥物话要甲我讲，请家己打电话。真是的，我是你这届到来台湾参加比赛的特别助理。也是社长上亲身指派，所以我要跟你说的话交代得清楚，这是特别要求的。既然是社长上派你来做我的特别助理，那呢你就把你的工作做好，你的工作就是做我的助理。要不过社长上有什么要求，我心中真清楚，而且我每当真清楚跟你说，这个比赛我一定会赢。你哪个这句话真的会显示实在？是你哦，秀秀，你来啊，请你来坐。安怎，你身体够较好？有啦，我好真侪多谢你。我今日来是想要请恁是老师教我彩妆。我不是讲过啊，我要收你做徒弟。幼秀，我老师是唔爱收人做徒弟，
现在你会做的徒弟是顶世人小好友，你得好好学哦，别到时阵吼惊吃苦，啊就走去啊。不管老师爱我吃什么苦，我拢愿意，我一定尽努力尽打拼。顶世老师，以后就请你多多指教。好啊啦，我会将我的本事拢总教好你，你要好好打拼，好好学，爱加油哦。是不？嗯。Jennifer， 我欢呼你把幼秀改变一下，啊，今嘛改了安怎？有老师会记得，幼秀当然嘛是改头换面，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哦，幼秀，你今嘛会当出来啊？对啊，这个修理的几点啊？他眼头打亮，脸还加挖个青呢。他那整体造型也真完整啊。是，继续。哎，看到自己做这款改变，有啥物想法无？感觉足奇怪的，看到你站内边的我，足亲切的，拢无实在我家己啊。不管外边安怎变，你永远是真优秀，至少要家里的头一口。专业彩妆师，上重要的是头壳内底袂当固定一个型，爱创新，爱改变，唔啦会当带着流行，甚至会当带动流行，知无？是，我知影。你该真少看者。明仔载你爱家己为这个妆来见我哦。有啥问题，你尽量打电话我。是。你好，老师。优秀，你人哪底下？我已经收优秀做我的徒弟啊，以后也带着我身躯边，你一定会看到伊，别感觉奇怪。真是了。优秀，等一点。老师已是彩妆教主，你得辛苦边，别当我如此尊。嗯。老师，我想你一点事。优秀，小蛋姐，我今嘛跟阿伦是合作的关系，以后你一定能看到伊。你有法得比头一天，我得比第二天。你过去趁这个机会，好好面对阿伦。知呀，恁过去有真侪无欢喜的代志，俺过去都已经过去啊，莫阁想啊。人讲爱活在今嘛来看未来，所以希望讲恁两个当重新开始，互相熟悉，将过去的代志拢总放袂记哩。俺若讲到未来，今嘛是莫想啊。你好，我叫洪阿伦。优秀，给别人机会，就是自己机会。跟这个联系的彩妆作品，请老师记起。你只要带本收藏去。你这做顶关人根本就无效，因为纸是死的，咱人的皮肤是活的。你
伫咧纸顶关画十几张，下当拢同款。啊，若画做十几个人，这效果是完全无同。所以你要特别正经，爱先了解咱人的皮肤。这是孔子所讲的“会事后术”。彩妆的基本是肤质。意思就是讲，爱先去了解本品，再用进一步去学习彩妆。无唔对，你参见一个医生，卡所以无了解讲安怎来保养，干那样开刀开药啊？安尼到算是一个合格医生。化妆的目的就是要水，所以重点是爱收画质的人。你现在彩妆师的技术外高都外高。卡苏，你当画客，予人感觉伊无化妆，只是感觉皮肤真好、真水，那安尼你就成功啊！简单来讲，的确模拟年轻的效果。现在伊啊，赶紧来皮肤没有化妆，而且你还水嘞。保养品嘛是要有咱查某人的皮肤看起来水，所以这样胡子会当好，七十分的妆来当变做九十分。那呢，做保养品就好啊，想做快彩妆技术的，不管人搁干做保养，嘛是会老啊。咱人一老，皮肤的问题就来啊，所以也是要靠妆。这个医生就讲，咱搁较搞保养，这个世界嘛是需要医生同款。我了解啊。等你保养品都学了了后，咱再学彩妆的工具。彩妆的工具跟化妆品的特质有很大的关系，譬如说那两用粉饼跟防晒粉饼所用的那些海绵粉扑质地跟密度是完全不同款的，这就有上高级的化妆品制造商再叫你讲究，不是一般的化妆品可以比的。当初我跟相处在老师的辛苦边，这三年粉扑海绵老师叫好用的比啊，不过现在只要我看到粉扑海绵的材质，我就能分辨出它来源跟用途。所以你要学这些东西，你要学得通，学得彻底，这就是日本人的精神，大家来学习。幼叔，现在你的助理上称也不是人客啊，赶紧开门。哦，姐啊，爸，啊老师已经收幼秀做徒弟啊，今麦幼秀拢跟老师辛苦边啊。真是啊，啊你唔是要把所有的心思放伫彩妆表演？你哪有迄个心来收学生，避免一寡只有诶无诶？今日报纸我已经看，第一新闻讲精彩代志，你做诶嘛？是我的事业，你不需要插。那你我的事业，你上好卖管。爸，啊，咱来不是要恁谢老师讲，这个比赛的主心之下。比赛当然向你主心，我根本无意见。所以唔通讲那伤早，呀，这个人过台咧，你认真听，伊是国际彩妆协会。IMA 台湾的总会长 Peter， 我不了解一下哎。杰森哥，你请到国际彩妆协会国际总会长来，我嘛是平常心吗？何况是台湾的会长啊你。我讲过啦，这条比赛你请上来做主审，我拢无意见。只要你卖用处理私人代志手段来影响到一些近代公民的比赛，安尼就好啊。假使你若是做甲，予我袂放心，就爱花用着私人处理的手段来处理着这场的比赛，也安尼就真歹看。好先生，你今日走来遮讲遮话，敢袂受过超过？叫你马上离开。今日是甚物身份啊？你敢有迄资格让我当微信？爸，伊即嘛是我的徒弟。到底就代表我所讲的，安尼敢有资格啊？恁是啊，你唔通先超过哦，你唔通袂记，你是我开钱请你来啊。那
不是我小姐长开嘴，你要十杯介绍请我，你嘛请无还。就叫上，给你报告这件代志。我要扛了，我给你扛了。这人是啊，愈来愈不是款，中无。从正行边仔来甲呛声。好啊，爸，你莫再生气啦。安尼是老师伊只不过吼，原则较济，讲伊较直接尔。是什么原则啊？趁人即款开刀，我即马开始起烦恼啊。我哪会请这种哦，这么歹搭阵的人啊？假使比赛若是出状况，安是影响到咱要提报纸的计划咧。你啦，爸。安尼是吼是一个翘翘人，伊知影啥物应该做，啥物无应该做啦。啊，而且伊下边有其他面的伤，万一交代伊一定爱伊啊，我相信伊绝对唔敢安怎啊。你放心啦，我会甲伊讲清楚啦。到这看站来，明有人有事甲查。我知，老师一边就我来处理就好啊。熊阿伦啊，呀，精彩，咱是百分之百，咱得到手啦。台湾现在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才来管理。我会记顶回你我提起到一个适当的人选啊。是啊，伊叫做廖世华，啊，不过伊嘛已经记住咱廖姓。廖世华，爸，你捌听过啊？伊敢若捌入主着保家。甲电影星洪建荣、小夏温，因有真济恩恩怨怨。嗯，真正。你妈，我追不追小心？这个相位对手，就是本来资春堂的首席彩妆师，苗个彩妆教主的 Nancy， 对吧？听讲这 Nancy 是咧真坚强。我一天喝烟火，那我来收起，也就不必出来了。在民主收起是小块代志啊，要不过小辉那是在比赛时候练习，那你到时阵保驾就是好为了的。啥？变贵用保驾来做什么？这代志不干呢，要麻烦来开白。因故意听了，无代无志去找侯伟龙，想要合作将包车买落来。你敢不知影侯伟龙这人有偌卑鄙？伊一方面利用彩妆比赛想要得到包车，一方面佫交给迪森为康金彩，伊甚至佫设计地妆彩为康金彩三十元。我甲媒体放消息讲，是地妆彩家己为康金彩，真正受够苦。原本我都不相信，第一线威康家己公司，今我总算了解，原来是由迪克森一个侯伟良连续来设计啊。这第一线得到这个会，这是一个精彩，对来讲应该是足大的打击。那是当然的啦，啊，精彩今麦就已失去啊。卡斯光小温的比赛那是输去，那恁连保价都无去啊。到时阵小温就真正是一无所有啊。我在边仔看到因规家伙仔这么烦恼，我嘛是感觉就唔甘的，光光嘛无法度甲伊斗相共。伊听何伟良就派一个朋友来甲我接球，骨质足管心碎，还要替伊管理公司。即摆想起来，伊应该就是爱我替伊管理精彩。哥，你干嘛答应啊？我看伊是什么好人，所以我就拒绝伊啊。杨哥蛮好家仔啦，我不答应。
那么我就真正对不起文婷，还够小恩啊。那是当然的呀、啊，看到你规家这样着急，我嘛真艰苦。好佳哉，你无答应，那若无你绝对会后悔的啦。文婷，我收掉，我今晚应该安怎做？我马上答应何伟良，这一关你精彩。哥，你今晚是在黑白讲啥？之前咱对不起小恩甲建良，啊，因真无简单才原谅咱，嘛无用给咱一个解雇自身的机会。啊，今晚咱当行回头路，想要去甲何伟良遐尼卑鄙人斗相共啊！假使讲你遐人知恁之前知影，伊绝对袂原谅你的啦。亚天，你先莫紧张，听我讲煞。我就是为了要报答小凤甲建良，才会对何伟良来管理精彩。我绝对袂让何伟良将我的个性经营精彩断去，我袂让我有机会来得到保障。今麦我会当做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收集何伟良不利的证据，暗中来帮助小凤。我要像你师父所讲的，做一张有用的桥，会当帮助人的桥。今麦就是我会当贡献我家己的时阵。哥，原来是安尼想的。哎呀，不过你今晚若是我搁去何伟良那边，难道伊在一定认为讲你死性应该，我甲何伟良两辈子干啊？啊，到时阵伊嘛一定袂谅解你啊。但这叫不能一再等待嘛。咱无需要去计较表面的代志，想着也是，我当帮助向甲建良平安度过这条危险的河。完成我的目标，安尼我的责任就算完成了。哥，你真的是真伟大，今天唯一安尼牺牲你自己，唔惊别人安怎看待你、万分你，你敢完全愿意忍受？好，既然安尼，咱就做伙做迄班桥，做伙我向何伟良迄边。袂用阿婷。我一个人和人误解，就准都煞。我绝对袂用将你拖拖落去。哥，小芬甲建良对我拢有温情，啊，这边是我唯一会当甲伊斗相共的机会。搁再讲啦，你一个人咧精彩势单力薄，假使讲有我甲你斗相共，万一咱成功的机会嘛搁较大。其实你讲的嘛无唔对啦，有加一个人互相照应，当然较好办代志。不过你现在人在报纸上班，今年的记者会搁跟你呛声，我恐怕何伟良会这么简单就相信。所以你不用烦恼啦，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会当让何伟良完全相信我。我再讲，现在除了咱，也无其他的人会当从精彩地回来。啊，彩妆比赛嘛，就要开始啊，你就别搁丢掉啦，吼。好啦，我来教你收工的，再见。那时做伙，就前一阵嘛，我当伊时阵，伊是老师搞到三工就坐，还有个破例喜欢做摇头的，教我猜中，所以起码我就做第一个成功比我啊。加油哦！你找到一个好师傅，一定真紧就会当名师出高徒。玉秀，等你出师啊，等我们保证到三工。玉秀。是要学彩妆，你哪会跟小芬学？是安怎？你去找恁去做老师？已经，虽然恁是跟比赛，啊，不过恁是公平竞争的对手，也不是阮收人啊。我只是感觉，伊无应该替洪勇向小林做代志。你以后，你就该投效敌人幼学，为情改善哦。没事，我今日找我有什么代志？我伫报纸看到警察去河流接手去，所以我想讲特别来关心一下。今年幼学嘛，有甲我讲过保家甲警察的关系啊，而且我嘛真欣赏这两间公司对化妆界做的贡献甲努力。
所以今天我想要跟你讲清楚，虽然是侯云龙请我来代替他比赛，但是我对他的作风跟手段是真不满意。而且有时跟我说侯云龙有黑道的背景，他还是做模仿出身的，精彩的体系变成化妆界的龙头，对化妆界来说是一个无聊。林夕，你是不是蔡总给他告诉现在稍微退一个做模仿片要出来比赛，这个消息就是传出去，对你实在是一个真大的伤害。既然你也说你看没关系侯云那种卑鄙的手段，哪有规矩不退出来比赛啊？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退出比赛。但我侯勇的奥博去外面放消息说彩妆界告诉要替做某风片出来比赛，到时候你是不是真没面子？毕竟既然侯勇都可以用奥博，想说不可以用奥博来对付，就算说用奥博，我们是要针对侯勇，不是针对那些啊。那么那些是坚持要替侯勇出来比赛，哪里就是感动的啊？不对，既然是比赛，都要有运动家精神。我甘愿在比赛顶端，公民正大，给伊拍板。小小姐，虽然讲咱是对手，啊，不过你公民正大的态度，我真尊敬。所以，咱要做一个公平、公开的比赛，不管是输还是赢，希望咱以后咱是好朋友。你的建议讲，也让我真佩服。我嘛愿意交你这個朋友。那我希望你嘛受精神外头个影响，将所有不欢喜变作是你的力量，把你的技术彻底发挥，把咱这届彩妆秀变作是台湾的经典赛事。多谢你的鼓励，我一定尽全力比赛，甲你拍牌，甲保证保掉。我是袂放水哦，虽然赢面无大。你这样看清对手，可能的行为是失败关键，因为我绝对是你无法度过的兄弟。那来，咱做伙拍拼。我所有的人变成真正的彩妆技师。休息嘛，较好看，较看来。我倒啊，我真忝啊。对，哟，玉秀，你出差未？你倒我天才哦。有啊，我有遐久啊，还袂出差。你若唔托你遐尔简单就出差啊？哎，你头壳先怎？啊，拢是神经仔害。什么在我害啊？你害我都差不多嘞。哦，叫你对对了，够水，你至少够麻烦的呢。你有啥麻烦？不啦不啦不啦。林夕，这小麻烦你是安怎该相处的？我唔免跟伊相处啊，是伊爱跟我相处，而且伊更难相处。阿哥，我是伊的老师，那更难相处。对了对了，安尼我就知影你的意思啊。叶秀，你敢好相处？这就比你好相处。好啊啦，阿蛋，有找到伊的祖母幼婴啊无？当然嘛有。搞我阿蛋，无啥物做会到，就算讲是天顶的话呢，我嘛万来乎你啊。你敢知影？为着万迄猪肉，我受费偌大的苦心呢？不管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费尽千辛万苦，我总算是甲办到。不过哪会当看到你笑到滴滴滴，这一切辛苦拢有价值。好啊，妈，那跟我坐好不？因为要提东西，紧提出来。阿庄。这都是爱心、耐心，跟我不忍心的旷世奇宝，朱罗。
所做的代志，你感动了。请民党出钱，好好去整形啦！不会啦，我真的很严重。上东一礼拜也发布，给云安副主管卡起来等我用啊，请。胡大爷，你是不是去送钱？你咁快出来，我去送。吼吼，佮遮明显吼，想要看袂出来嘛，真困难呢。是讲哦，你较细腻哈。人咧讲哦，暗送就叫内伤啦，啊那暗送死哦是人无伤。根据统计，这是哦，四村的查甫人的头号杀手。你敢无看到？眼神，伊感动到我只爱的抱抱。哼，我会敢确定，伊已经我杀掉。而且我现在变作是伊的小偷，该先逃走。不过那依我的观察，伊遐吼不是爱的抱抱，伊不过是咧表示对你的感激。就我参照阿杜啊，会因为礼貌去染对方的意思同款。不管那是啥啦，为的我已经染掉，嘛删掉啊。你别搞出错。那你我问你哦。哎，那是给你扔掉的时阵哦，你有 feel 无？感觉无，确实无，完全无，歹就对。这个表示啊，你心肝内根本就无介意那事，安尼我嘛免替你烦恼。你是咧烦恼啥？烦恼哦，你搁一遍谈恋爱，耍咧，搁一遍失恋。那这你放心啦，这边我是在执行美男计，是一个无情的任务，无对就是爱回输，不小心干会再剥掉保家，所以我真清楚个伊在创啥，做代志有挣扎，绝对袂公私不分。您一定不敢相信，发生什么代志啊？您看，看啥？什么都无啊！你才欢喜中啊？可是什么都无才欢喜啊？你没记得吼？昨我才受伤啊！明子老师把我抱来煮了了后，今仔早起我的伤完全拢好啊！您看。心安呢，算是完全拢好啊呢。
你身体好过，不怪不怪老师长讲你今日起床就知影。实在是足厉害呢！你看，我很凶，完全好啊。老师，猪笼到底有什么物件啊？那真你要生气？我自细汉就住在台湾，都唔捌听过啊。唔捌听过是正常啦。若唔是我个家庭有遐尔坎坷，我嘛唔知影有猪笼这样物件。老师，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我细汉的时阵，跟我爸母。还有姐姐去阿里山佚佗，想袂到伫半路出车祸，我爸爸妈妈都流血死啊！有两原住民一对翁仔某，将我甲阮姐姐救起来，唔来照顾，阁请养，而且伊真疼惜我，将我甲阮姐姐当作是家己亲生来请养。有一天我甲姐姐走出去佚佗，一个无注意摔半路山坑。虽然讲去用救回来，阿姆哥在我的面前一个伤，就大就大。我的义母惊讲我面破相，会嫁袂出去，所以就叫我的幼爸去山顶找猪肉幼婴啊。因为这是因自古早就传落来避风，只是这幼婴啊真歹找。我因爸无顾家己性命，伫山脚边啊，挽着些猪肉幼婴啊回来。我幼母落来抱抱嘞，顾着我的面嘞。想不到无几工了尔，我的伤毋那是好啊，而且我的皮肤都还亲像婴仔同款，毋那白，而且阁真油。原来。老师刚才在主楼，我是他去年刚懂人的故事，不怪老师常看到在主楼，就晒着脸落来。注意改过了后，我拢不敢看过主楼啊，所以我常凭着眼旁边，都想着过去的代志，所以才无法度控制我的情绪。原来老师包括过主楼的功劳，不怪老师一直爱登来台湾催主楼，过来问谁上登去日本。资生堂的研发部门，老师，你是不是想要知影内底有啥物成分？其实，猪肉讲起来就是一种茶米，茶米的成分大部分就是儿茶素。不同款的是，猪肉幼婴啊，伊儿茶素的浓度比一般还搁较高，这就是珍贵的所在。所以我是希望讲。一旦用高科技的手法来提炼高浓度的儿茶素，做出高浓度的修复精华液。卡斯只要研发一旦成功，我们讲到爱水查某囡来答应，上重要是一旦治疗颜面伤残患者。想袂到老师唔拿来彩妆技术一流，就连对于这玻用品的研发，真尔用心。这彩妆教主，这名号你真正是当之无愧。这段感谢万幽白，冒着性命危险来治疗我的伤。啊，那无我嘛唔知啊，什么叫做主楼啊？所以这项产品若是研发成功，我希望会当用我幽白名三木颂来好名，算是纪念伊。三木颂，这个名听起来就特别呢。老师，奇怪，那妈听你讲过，你有一个姐姐，伊今麦是不是跟你养爸养母到这会啊？我养爸养母比我十岁时阵嘛过身啊。算了，我两个就往上去隔离。后来嘞，老师，喂，何当嘞？今嘛，谁去精彩要创啥？好，我睡觉。杨哥，卡斯讲你无其他吩咐，我刚刚听出去办几块代志。小大来啦，日本彩工告主，恁是小姐的物件，我想要介绍给你熟悉。
这个年纪小姐的大名，我一定阮家庭家听了真久啊。相信为代表人，这个彩妆比赛，杨哥，你一定会当赢包起来。爸，那是好帅。孩子，可以等。客气。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青彩新立的总经理廖世华，也这位是伊的小妹，也是即马青彩首席的彩妆师廖雅婷。也恁是小姐，是国际真有名的彩妆教主。恁是小姐，叫我大名。那是要珍惜你好。你好，那小姐，你好，玉秀，你好，那小姐，那你不是地中才一边的人，要坐地车来。老师，你可能都不知道，世华跟家庭两个兄妹啊，已经投靠我了。精彩为两位家里，一定会如虎添翼，前途光明。春姐知道这件事吗？我会找机会跟春姐说。玉秀，那你有什么关系？伊是阮弟弟的女朋友。这个世界上的事是会变化得真紧，而且算想不到。之前廖小姐还有为着谢小姐，在大声细声跟我呛声，甚至为着要替伊出头。男生做出比赛，请你进来变质啦！再来活动一下，六秀啊，叫你小弟要较注意，卡要人工对人走，恁弟弟还佫唔知影。那是小姐，你讲唔对啊！我唔是变质，我只是良禽择木而栖。你即马嘛是咧替活动做代志，讲起来，咱大家拢是咧替活动做代志，你即马是有甚物资格当计较？我哪敢计较你？白莲哥，你也反袂好当嘞！连我煞你拖落水，安尼我唔是假衰。你好啊，啊！以后大家要做伙合作嘞，就减放屁股啊！无必要为着小小分，安闹到无爽快。是安那听？恁是小姐，是恁的人客，你袂用对伊无礼貌。小姐，阮小妹看歹世事，你莫甲伊计较。我伫遐代替伊向你回信嘞。彩妆过去无爽快的代志拢放袂记，将来大家好阿联手合作，将下下阮拍败，得着包赚。总算是有一个较捌代志的啦。好，那呢，我当莫计较。阿妹，我要讲伫个头前，恁家下下阮有啥物冤枉，莫扛伫我遮来。那无，我就随趟日本。是，那是小姐。以后大家拢是坐工作的人，你有啥物吩咐，做你讲。我感觉天一定全力配合。真好，真好。若有啥物代志，安尼讲开就好啊。那是小姐，请你今嘛跟阮做伙来去保家一转。我跟你保家从啥？我要让保家的人看到咱的实力啊！我讲过啊，我是来参加彩妆秀的，不是替你活动出头。所以除了比赛以外，其他活动，歹势，我无要参加。我先去陪。Hello。嗨，小校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你要来台湾的代志，转告恁系老师知影。老师 Jennifer， 你来向主道三天，加找几个模特儿，今日看的都无歹。是，你个知影我的标准，加找几个啊，卖我伫迄种个所在浪费时间。是是。老师，沈校长拄只有差点回来，阿妈张隔离，伊明仔载来台湾。那因为你要无闲，志春堂伫台湾也无分公司啊。那想要不来台湾？小舅长无讲，我嘛唔敢问。小舅长
唔敢想为着世界比赛，真心来感动。不可能，你真相信我的能力，应该知影我赢。你比赛愈来愈旺，我是来关心者，看你准备了安怎？你也知影比赛已经真旺，我阁真侪代志要准备，个人那看卖来较了。因为这条比赛对我来讲真重要，你嘛真清楚。有我当然烦来烦恼啊！请你把烦恼这两日收转去，我是专业的人，比赛我是一定会赢。你还要讲是咧侮辱我？嗯，老师，你莫误会啦。阮爸是来看讲吼，你准备了安怎？因为明仔载小舅上就要来台湾啦。你哪知伊来台湾？你到底甲伊相关的？你只要赢这条比赛就好啊，遐其他的代志你莫再想济，安尼对你较好。我等你。既然咱今麦咧合作。那你唔通叔叔行行在咧温骂我，小姐，你是不是在我跟我小姐人背后做什么不法的代志？请注意你的讲话。我讲话一向都真实在，我已经和你利用来对付宝家。卡叔，让我知影你在我背后某一个有看无顺的代志，我有你真歹过的。林氏，请注意你的态度。对我讲话要较客气咧，搁卡拉讲，我那是开四千万请你来，你加减啊嘛都要尊重我。四千万，那四千万是算啥物？摕四千万出来就要尊重你啊！爱人尊重你，嘛要看嘛有啥物所在值得人尊重。那你讲起来。我在你的眼中，是落来一点啊，予你尊敬的价值都无。你心内有数就好。我甲话讲予清楚，即届是来参加彩妆比赛。比赛一结束，咱两个缠无到水无流，拢无甚物交情。你想搞遐尼简单啊？你讲即句话甚物意思？是，你唔通误会啦。我爸伊就是讲吼，伊你的专长，后盖有真侪所在爱麻烦你。困懵困，哪会喊面啊啦？爸，老师，啊明仔小舅上就要来台湾啦，台湾为着是淡薄代志，当然起上头头。这边我若是等在里面，面试一定会介意我。哼。你是无解，那是因为拄只有放啊飞过，我无想会准啊。这边我若等下你去，免事，伊就会介意我啦。是囡仔，囡仔，我来啊！我知影你来，你是安怎无代无志，一直要走来我向东融资中心啊？你应该不是跟我去一遍阿里山了后，你就产生阿里山之恋，你爱着我啊？吼！哦，别讲，你破坏我的名声，我跟你跑！哎，你爱的小手是我专门拍恁哥哥用的，你哪会当提来包玩？我啥物不赢啊？我唔但不跟你跑，我还就躲来跟你跑！真歹势，我这小妹的脸我就惊伊啦吼，你记住哈。哎，你讲，你听清楚哦，就算讲全世界大部分人拢死了了，我嘛袂介意着你。那呢？你今日是创啥？是恁子老师哦，爱要送资春堂的男性保养品来合理啊。恭喜你，已经找到主咯。感谢谢。Nancy， 为着感谢我，专工叫你送这个来。对啊。
啊是讲哦，恁是叫阮费这么大的功夫去找着猪咯，啊是要提来创啥？喏，我知影你头壳歹去啦，乖哈。不是啊，你袂记得哦，我家本来有条兄。阿姨山的船哦，迄头壳有去弄着呢。你甲看，即马哦，相当好玩呢。你看，佫拍袂听呢。这就是猪肉的功效。你是讲你的空嘴，是那是用猪肉甲你治疗好势？对啊。阿叔，想袂到迄猪肉是美容圣品呢。真正是太爽，想袂到，猪肉竟然是这么神奇的美容圣品。真是太神奇了！是讲恁是安尼就真无意思啊！既然讲猪肉是这么好用的美容用品，现在不爱送一寡好啊？啊，送我这什么资春堂男性美容用品，敢袂伤过当生？袂啦，不当。你也看哦，我的皮肤哦，最近哦，我真需要保养。他说你也无爱哦，无这保养品，我替你接受啦哈。哦，我真正上贵啊！这种保养品哦，诶，包装足特别的吼、哦。这是神明公仔，恁是，你送我这神明公仔，这个表示心相相对，心心相印。不是啦，神明公仔不是恁是老师送的，是我送的。上街神明公仔，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哎，这从来没对一个查甫人安尼。你坦白讲讲，你是不是介绍何用当？拜托你，你讲啥？啥会介绍伊啊？好嘞，老仔。那呢？你送我这神明公仔到底有什么用意？实在是唔捌看过像你这款人马不知脸长的人诶！我只是去便利商店买物件，啊店员就顺续给我一个公仔，我就顺续再来给你俩。好，你先跟我下。干嘛呢？这个笑容数笑为笑，在江湖上这种笑容叫做笑里藏刀。神经病哦！我刚刚送你一个神明公仔，你也会当敢将你对下位？哥，你敢去叫人做伙哦？哪会动一条啊？我妥啊，像我一个头颅领的薪水。对啊，我的神经病，你若继续哦，跟我做伙安尼落去，你嘛会变作小小我啊！干嘛来搞啊？奇怪，你兄弟从来没对起差不多呢。想要告猪肉，是美容圣品，还赶紧跟消防讲才行。我等。你出去讲一下。啊对哦，我跟你讲哦，现恁是哦，叫阮去甲倒班，一种叫做猪肉的地面友谊啦。哦，去地面友谊足厉害足神奇的哦。南乡厝刚去阿里山的时阵，头去撞着壁，结果留一个伤痕。现恁是哦，都用迄友谊哦，抹在伊的空嘴顶面，第二天就好啊，而且完全无伤痕。神奇是啊，这我想一定是资春堂保养品的秘方，这上要机密，只有我知影尔。那恁是特别叫你买泳衣，刚刚是为着这个比赛？我想应该是啦。你想看卖哦，伊为着你用这个商业机密，可见伊偌看重你的能力嘞。对啊，小芬。不对啊，告诉公，你是也无改动作是对手，然后你就用平常的技术跟你比就好啊。你看这卖，无像导游这么重要的级别，可见你的实力哦，一定可以感觉威胁吧。是啊，你唔通去中着别人的计啦，你的实力是所有人
人拢肯定的，所以你要对你家己有信心。丈人爸是蔡宗凯 King， 你就是蔡宗凯 Princess 公主，还有公主的尊严，绝对袂用遐尼简单让人拍倒。眼窝这个地方在加深，夜目睭哦无算是大蕊，所以不是真适合化解烟熏妆。那你这手给它放较软的，较轻盈的光光，轻盈。我现在感觉就讲的，一点仔天分都无。老师，你练琴就会喜欢出去斗地吼。以你这卖资历哦，我安尼已经算真好啊。啊，不过上好的你感觉，我配色拢无够高雅。那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啊。了解自己的缺点，对彩妆师来讲是真重要的事。啊，那我去买，应该怎走啊？你要不断努力，不断突破，接下来当柜姐的瓶颈，你也算是有进步了。要庆祝老师，你在你优秀的人才，你要进步，要当然也是真简单的代志啊。哎，你捌听人讲过？天才是一分的天分，九十九分的努力。其实我也是因为小组长一直在指导，给我鼓励，给我机会在初中学习，我们才能像今天做到这个地位。看起来你刚才真是就感觉小组长了。小组长不只是我的头家，根本就是恩同在照。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又被又误过心了后，我感觉这两个人又叫我送去高林。高林的日子是真歹过，囡仔多，资源少，所以我感觉这一定会枵巴肚。为着要赚钱，我啥物拢做。有一届伫咧路边卖个兰花的时阵，我巴肚是足枵的，奄奄兮兮昏昏去。我家在拄着阮小舅婶，伊看阮两个。你要细汉就要变生活，感觉足可怜的，我感觉足伤心的，所以就需要阮两个甲阮带去日本。所以为迄个时阵开始，你就一直跟在社区上的辛苦兵，到底资春堂啊？嘛无完全是安尼啦，啊，不过伊确实真疼惜阮，给阮真好的教育，真好的生活，而且各家的彩妆知识拢总教好我。所以当然是真希望讲，我要一直留在伊身躯边。啊，不过五年前，我拄到一个大波浪，为着伊，我无讲小舅想反对，坚持要甲伊转来台湾。我俩阵，我已经找到这世人的幸福啊。结果，伊唔拿电话有信的时阵放手啊，甚至害我囡仔拢无去啊。迄当阵。我辛苦顶存无半仙钱，一个人伫咧台北流浪。我小舅知影了后，随对日本过来台湾，甲我接转去。伊唔那无怪我，佮安慰我，鼓励我，互我重新站起，有迄信心佮活落来。我即马总算了解着，先生老师答辩，就讲着小舅上，就充满着感谢。伊唔那是我的头家，是我的爸爸。应该是我的文静人，我欠伊写真多，这些人拢还袂清，所以只要伊对我有要求，不管欢喜还是无欢喜，我绝对会做到到。所以就算讲老师对侯飞龙的手段贯穿不稳，你嘛是替伊比赛，无唔对。这是我小舅上的要求，我一定会做到到，我一定爱赢。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报答于红星。